喝剩下的空啤酒瓶，家家户户都有，98%的人都是当成垃圾扔了去。可很有眼光的越南小伙却看到了价值，一大清早，小伙就拿出昨晚捡的啤酒瓶，然后整整齐齐地放在塑料圈里，往中间放了三个水管后，小伙就哗啦啦往里加入大量的水泥。话说这小伙是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？在底部铺好了水泥后，他又往里填入大量的泥土，并且还加水不断的搅和，接着又在上面铺上一层水泥，这开头就把咱们给看蒙圈了。不愧是变废为宝界中的顶级大佬，把水泥给刮平整后，小伙就在上面撒上一些鹅卵石，转头就开始清洗垃圾堆里捡来的旧轮胎，并且还在每个轮胎间刷上胶水，将它们给粘在一起。为了美观，还统一调了一下颜色。这时再把之前的啤酒瓶放在上面，嘿，竟然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桌子。晚上放在院子里，别提有多拉风了，一毛钱没花就造了个桌子，这可把隔壁的大妈给馋哭了。小伙伴们学到了吗？视频最后来玩个小游戏，问：从前有个人姓铁，他。